小陈啊，你先别激动，冷静听我说。你妈刚才晕倒了，不过我们现在在救护车上。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在家。你们要去哪个医院啊？第一医院。啊，我现在就过来了。你现在啊，在家先好好休息，妈这边有我呢。喂，喂。 现在能不能去趟我家？小陈他一个人在家，我担心他会出事儿。毕竟有孕在身，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。到底怎么了？你说清楚。小陈的妈妈知道了全部，晕倒了。我现在正送她去医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陈，是程主任让我来的。你是不是要去医院？我送你喝酒，啊？不用你管。没关系啊，我车就在那儿，你跟我走吧。不用你管。小陈，冷静一点啊！现在已经稳定了，但还没有脱离危险期，需要在重症监护室里面观察。到底怎么会这样啊？医生说是情绪受到了重创，具体什么情况还需要做一个脑部扫描才可以确认。怪我？不怪你，你已经尽可能的不让他知道这一切了。那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？ 阿姨怎么样了？是不是你说的？什么？所有的事情你都告诉我妈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后来都没见过阿姨，怎么可能？那就是你爸妈，就是为了我肚子里这个孩子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是他们？那还能是谁？就是因为你妈的自私，当年害死我爸也是因为她的自私，现在也是因为她，我妈这个都是因为她。 小小，你不配这么久，你走，你走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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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走。没事啊，有我在，我会陪你熬过去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。 一会儿你先回家，我在这里看着。照顾好他。陈先生，玲姐，你来了，脚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芳姐怎么样啊？应该暂时没什么事儿了。哦，陈先生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，都是我不好。你说我那天怎么就把钥匙给了芳姐呢？她不让我告诉你们，我就没说。 我也不知道会弄成这个样子。就算是知道你们两口子分床睡，也不至于啊。算了，不关你的事。啊，您赶紧回去休息吧，都熬了一晚上了。我会一直在这守着的，放心吧。啊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啊，没事儿。 你在哪儿呢？哎，你在家呀？你在家也给我打电话呀？我还以为我睡着的时候你出去了。我以为你还在医院没回来呢，给你打个电话看看。医生说妈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了，丁姐在那照看着呢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辛苦你了。我回来的时候带点吃的，饿了吧？那我去热。 你休息，你再休息会儿。不用，我来热了。哎，这个菜啊，就别要微波炉热了。这微波炉热不透的，吃了对身体不好。拿锅热吧。我提前给你准备点水果，拿热水再稍微泡一下啊。 一会儿记得吃，好，补充每天所需要的维生素。我一会儿啊去医院再看看，你就在家好好休息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就别折腾了吧，这几天估计你也没睡好，妈现在也没醒呢，你去了也没用。妈要醒了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 喂，丁姐。陈先生，芳姐醒了。 医生说了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下午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。好，辛苦了，丁姐。怎么样？妈醒了。来，来。吃完咱俩一起去。好。林先生，你们来了，怎么样？还挺好的。妈，你好点了吗？我给你带了水果。什么时候把孩子打掉？妈。 孩子是我的，他不是沈侯一个人的。再有千错万错，不能把责任怪在孩子身上。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，我也确实犹豫过无数次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但是我真的下不了决心把他拿掉。 我要把他生下来，我会对他负责任的。你良心让狗吃了，你对他负责，谁对你爸负责？你害死了你爸不说，还挺着个肚子来气死我。我没你这样的女儿，走，走什么？妈，你别动，别碰我，走，滚！你走，妈，你这别碰我，走。 走啊！我踹你了啊！好，小陈，我我们先。东西拿走，还要你的水果，走。芳姐，别激动，别生气，你们先走，啊，别生气。把这些东西拿走啊，拿走，好，马上拿走。 妈现在在气头上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怎么了？稍微有点疼。那我去找医生啊。没事。坐一下。坐会儿。还疼吗？还好。明天做一个全面检查。 对了，我昨天跟你说的出国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出了这样的事，现在哪还有心思想出国？你不觉得，正是因为妈这样，你才应该认真的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吗？妈现在不想看到你，她不想看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。 你要执意留在他的身边，对你对妈都没有任何好处。与其这样，为什么不暂时离开一下呢？你再考虑一下吧。哎，听说这两天咱医院楼下的酸奶可在打折呢。是吗？对啊，小刘买了好多呢。他买那么多干嘛？这东西又放不住的了。那谁知道？ 怎么了？孩子胎心没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，程总？我去买样东西，回来太太就不见了。医院里面找了没有？要不报警吧？还没到24小时。 警方不会给立案的。小陈出门的时候，手机是充满电的，他应该是故意关机。小陈，走吧，这里太冷了。连老天都不让我生下这个孩子，我今天去做产检，医生说孩子的胎心停了。吃了几个月的补品了，做汤的时候都不敢给你放盐。要不我今天带你吃点好吃的。醒醒！哎呀，出去出去出去，干嘛？醒醒！世华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？小小，他不会有危险。 小小会不会有危险？先冷静一下啊！听我说，医生说已经超过70天了，必须要做引产手术，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，更严重的会影响未来的生育。 醒了，都结束了，受苦了。再休息一下，我出去给你接点水。上午，下个月1号公司要开个董事会，然后在会上会把你正式的介绍给各位股东，所以要做好准备，别迟到。怎么也是后天啊？哎，你不是要放弃吧？不是，你上次可是好不容易跑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，这才有资格参加这种规模的比赛。别闹了。 也许我早一点看见你开赛车的样子，我会早一点醒。张一凡，加油！哎，你勉强他干嘛？一个大少爷，回家继承家业吧，就别在这陪跑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谁是陪跑的？给我登记上。浩明，确定啊？我累。 啊，我想去美国的分公司。那边是新公司，很多事情你得从零开始。妈，我可以的，相信我。好吧，你既然已经决定了，那就选个时间，让秘书帮你订机票吧。嗯，谢谢妈。 我刚才不就让你把这个打印好了吗？你这什么工作态度？你在干什么呢？你在干什么呢？知道，不是，是他工作。他又怎么了？你想说什么吗？以后这种不属于你自己分内的工作，你没有必要去做，不然的话，我把他工资发给你。 专心工作，帮我出来一下。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事儿，它现在都已经过去了。我明天就要去美国那边的公司了。如果你觉得在这待的不开心的话，你可以随时离开。 我让财务多发你一个月工资，我是不会走的，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留在这里。行，祝你好运。这个重新做，做到我满意为止。好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没良心，我不能无情无义啊！怎么着？我要是不问你，你打算连招呼都不打直接走是吗？ 不用谢我，我听说国外这东西卖的都特贵。你打算待多久啊？还没想好。行吧，美国也不算远，飞24个小时。 想我了，给我打电话，随叫随到。别放弃！放弃啥？魏同啊，我早拿下了，好吗？我说你的梦想啊，赛车，还有，别轻易放弃你觉得珍贵的东西。赶紧滚蛋！ 走了，保重。沈豪，照顾好自己。 早安。早啊。你几点起的啊？起来一会儿啦，给你做完早餐。我记得你有每天看财经新闻的习惯，对吧？那，今天的。我去上班了。哎哎，你身体还没恢复呢。你是老板，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。我不一样，我是个打工的。拜拜，公司见。 早安，小陈。早。小陈。早安。小陈。想我了吗？小陈。想。哎呀，小陈，欢迎回来。我爸又回来了。坐坐坐坐。谢谢。哎呦，你回来就好。哎呀。哎呀，你们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啊。 没事吧？我挺好的呀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这不回来跟你相爱相杀了吗？回来就状态不错呀，小陈。嗯。你看我这个。 说第一天，兔子跟北极熊在一块上厕所，然后北极熊就问兔子：“兔子，你怕脏吗？”兔子说：“我不怕。”于是北极熊抓起兔子就擦了一下屁股沟子。第二天，松鼠跟北极熊在一块吃饭，北极熊又问松鼠：“松鼠啊，你怕脏吗？”松鼠说：“我不怕。”于是北极熊抓着松鼠擦了一下嘴。这时候，松鼠抬起头看着北极熊：“北极熊，你怕脏吗？” 有人说我不怕呀，松鼠说哦，我是昨天那只兔子。你在聊什么呀？来，我需要吗？拿杯水，帮我泡点红枣片吧。谢谢。我觉得有点恶心。李慧的笑话不一直都是这样吗？不行，我要再讲一个。说有一天小明一个人在家，这时候他准备睡觉，他就把灯关了。这个时候房间里只剩下一个人，但他又不是小明。 请问他是谁？小爱呀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这个笑话太不行了！来，我给你们说一个，乖乖穿上了裙子，变成了什么？程程。乖乖是谁？为什么是程程？乖乖嘛，乖，然后程智商会下降。我还有个，都说喵。太冷门了，你这个。这个项目好好回去准备一下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再等我一下。啊，好。 他今天没有来参加公司的董事会，我们打了很多的电话也找不到他。如果他跟你在一起的话，麻烦你转告他，我赵朴君从此没有这个儿子，以后也不用让他回这个家了。哎呀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唱歌、吃自助餐？嗯，好呀，好的，真的吗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你们定好了吗？小陈。 你不是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啊？对啊，你不是说这种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的活动，不是消遣，而是遭罪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呢？你们定好去哪儿，告诉我，先去个洗手间呀。等你们，嘿。好。哎，你们发现没？小陈这一天的笑容，比这段时间加起来还多。 比我认识他这6年加起来都多。丽姐，怎么还不走啊？要加班吗？不加班，不加班。孙丽姐，再见。谢谢。我觉得严小晨最近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。 这么开朗，有什么不对劲的？就是因为太开朗了，总觉得有点不像他。其实，我觉得未必是坏事儿。孩子如果没了，他最后的负担也就没了。你也别太难过，谢谢。本来想拿个奖杯回来跟你玩，这我没拿着。 他在吗？不孝之子，昧求虚的东西，是玩物丧志，就为了这么个东西，董事会你都不参加啊？你知道你跟叔叔伯伯等了你多久？2个小时，2个小时！叔叔您消消气。任平，我没事。从小到大。 学习学不好，工作做不好，你干什么都没长性，你就连追个女孩子都让你老爸亲自帮你呀！啊，你好意思啊！我要不是看你一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，我才不会去求人家魏同学。我好说歹说，人家魏同学答应我，还继续搭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。人家答应我说，能够鼓励你继续的好好上进，可你呢？ 你的，是你的。叔叔，您别生气了。刚到公司上班了没2天，你就被打回原形了，你呀！没事没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指望你，不会再相信你了。 让你塞！我让你往……别动！叔叔，您消消气儿，您回去好吗？让我跟他说好不好？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见笑，见笑。你有本事你一辈子别回来，赵玉环。叔叔，我跟他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老头刚才说的什么意思啊？是因为你俩商量好了，你才跟我在一起的是吗？是为了让我回公司上班，你才愿意跟我在一起的是吗？你俩之前是不是见过？是，我是和叔叔见过。但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和你在一起的。 魏彤，你是不是拿我当大傻子一样？你说的对，我太不了解你了，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我现在都不知道，现在跟我在一起的魏彤，是不是我之前喜欢的那个？我早就和你说过。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 这次相亲是我故意约在你常去的披萨店。还有呢？那个谢师哥他到底有没有？没有，是我故意让你误会的。 你告诉我，咱俩有什么事不是你设计好的？啊？ 不比我一人好玩吗？把我当大傻子一样逗得团团转好玩吗？我跟那个谢师哥有什么区别啊？都是你的玩具，你玩爽了，玩开心了。赵玉环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是我想的复杂。